海上汽笛一阵长鸣，靠岸的豪华游轮带来了上千旅客，这是基隆港的日常。自从开放港埠观光后，基隆正烦恼地迈向很潮的城市，但就在距离港口不远处，依然百年不动地深藏着基隆河畔的原始样貌。这里位在基隆最西边，也是在地人口中的后花园。腿匹却不孤单的五根桥柱上，已经很久没有运煤车经过了。想要回味旧时矿业，脚步得停住在基隆最西侧的溪流沿岸。这是一处穿越时空、留有无限想象的消逝史迹。幸运的旅人还能在老红砖房的一个转角后，遇见那年全区在坑内的历史人物，带你神游历史现场。华丽隐身到没落极境的有瑞矿业小山村，不知是否呼应了内有虫子的小地名。这里的虫鱼鸟兽个个身怀绝技，若非生态高手同行，要找到他们自己得先伪装一下。除了自然奇景了得，一湾洁净溪水造就了天天报道的角龙。据说过去这里滚动的大陆车轮声中穿插着满天悠悠鹿鸣，我们在基隆的后花园寻幽探远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即使已经到了乐天知命之年，沿溪而行的麦哥依然事事好奇。尤其这条幽径青山绿水，让人心生乐莫乐兮心相知的感性窥探。会长早，早早早！哇，你每天一早起来就来这边运动健身啊？对啊，我们差不多都五点多就来了。五点多就来了，对对啊，我们还算晚的，最早三四点就有人来了。哇，这边真的是风光明媚啊！右边就是一条溪流，那这边就是产业道路，而且车子感觉很少。对，因为早上车子比较少，所以说我们来的时候都会先从这边走一段，走一个多小时，然后走一走的时候也当做游泳前的热身，然后下来再下去游泳。哦，所以现在等于是热身运动啊。对对对，在我们右边就是非常有名的有瑞溪啊。对，那现在这边有一个深潭，我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游泳啊。对，这个是基隆河的一个支流，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，这一条小溪经过这段时间之后，大家把它变成一个潭出来，变成一个游泳的地方。我们在这边成立一个山友会，也成立了十几年了。这都是我们的会员，基本上他们这些人都是整年在这边的，冬天你来看也是在这边的。我这个潭看起来还蛮长的哦，哇，这游一趟要多远呢？差不多90公尺。哦，90公尺哦。对，哇，我们标准游泳池是50公尺。差不多一倍长。哎，不止蛮长的，而且这个水温是跟游泳池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这是天然的水。天然的，这个是真正的山泉水，都是从山上直接每一条那个山谷里面的，然后汇整成一条小溪。嗯，然后最主要是这边上去，它本身没有什么工厂，然后住家也少，所以说没有那个污水排放下来的，都是算是天然的。这条溪流它发源是从哪边来的？这条溪流发源是从五指山，然后像这峭壁，这到处都有水一直渗透下来，就到成一条溪。然后到时候就会整成基隆河流出去这样子。所以游瑞溪的水质就相当好，因为发源在山上，慢慢这样流下来。那到这边是一个比较静止的水域，在这个地方你们有地名吗？在基隆市里面，这时候一个很出名的地方，石公潭就是这里。当初为什么用石公来命名呢？当初是因为这溪里面石头很多，而且刚好在溪里面有几个大石头，所以说我们为了尊重它，然后把它留着，为了有一个好记的名字，然后我们就称为石公潭。石公潭是由这样命名而来的。哦，
所以石公潭也是你们在地的天然游泳池啊。对，就是看到好多人在这边游泳哦，这样一趟一趟这样来来回回这样游。对，哦，那大家游起来感觉是很快乐啊，很快乐。你等一下下去，你去试试看看，那你就知道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刚刚也走路已经热身了，那待会我们要准备下水来体验一下石公潭这天然的游泳池啊。对对对，等一下让你下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天然的 SPA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下水啊。好，走了。准备下水游泳啊，记得一定要热身啊。那游泳协会这边哦，还有一个据点，旁边有凉亭，那这边还可以遮风避雨，可以看到有一些桌子椅子啊，然后有更衣室，所以设备还不错，所以在这边晨泳的话其实还蛮方便的哦。会长，哦，已经换好衣服了哦，等你呀，准备要下水了。对对对，听说这个溪水还蛮冷的哦。真的，你试下去试看看，让你全身爽透透，所以这个来就一定要这个热身一下。对，所以像这一个地方就是你们要下水前，大家可以在这边，这是聚会换衣服的地方啊。对，早上来的话，大部分都会先去走一趟，运动一下，热身一下，然后在这边换好衣服，然后下去游泳。哇，有这个亭子真的不错哎，下雨天的话还可以躲雨。对对对，遮风避雨的地方。我们一家有六口在这边游。就是，我是六口啊，对，我父母还有我，还有我叔叔婶婶，全家都来这边游泳运动啊。对，那现在你爸爸都几岁了？我爸今年87岁。87岁了？对，他在游。对，他今天有来吗？有，有，有，有。哦，等一下，跟我们一起下去游。哦，对，等一下跟我一起下去游。哦，爸爸底下哦。哦哦，好啊，跟爸爸打个招呼哎。爸爸87岁哦。对对对，好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哦厉害厉害，搞炸搞炸。搞炸。哦，你几点就来啊？差不多5点。哦，早班的，5点就来了。对对对。为什么要叫大哥呢？因为你看87岁还这么健康。哦，你来家修他的几单啊？21单啊。21单哦。啊。21单哦。哦，啊，他这跟今嘛有啥物差别啦？修这啊？因为今嘛有骨建设啦。哎。啊，他这无啊，他这是，敢那讲自然的啦，这水足清气啊。把路也无倒车的呀，所以大哥等于是这边晨泳的像开路先锋了。对对，最早最早游泳先锋啊，所以带动这边居民的游泳的风气啊。那听说这边的居民啊，已经把在这边晨泳当作一个平常的习惯了，健身的习惯了。是的。哦，啊，那修这刚刚呢？啊，修的就较袂寒。哦。哦，修水就耐寒的意思，就是比较不怕冷的意思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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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哦，最冷的时候是在农历年那时候。哦，啊，你寒人嘛来修啊？对吧？哦，冬天也来游哎。哦，87岁还这么健康，真的就是要运动了哈，运动就会健康。好，看已经有人都起来了，那我们要赶快下去了。哎呀，呢，大哥万大姐对你修水好不？好啊，一起来游泳运动一下。好的。哦，那我们已经来到石公潭这个水域了，听说这个水温还蛮低的，要试一下水温。好了，试看看，先让你先下去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加电的哦，哦，哦，所以这个下来游泳还是要注意安全啊，本身就是说自己的游泳的能力，还有对这个水温的适应都要很小心哦。那我们来这边晨泳啊，要注意哪些事情？毕竟这是天然的，它的水温。哦，还有它的各种流向跟游泳池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说你本身要注意一下水的温度，一定要充分的热身之后再下去，尤其是没有人陪伴的时候，不要一个人独自下去。所以说我们建议说，外面的来这边不按水性的，或者是说你没有来游过的，希望你就是先问一下，或者是我们有这边很多会员早上都会在这边运动，在这边游，跟着我们一起下去的，毕竟安全最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下水。那你先下。哦，我先下吗？哦，好，那有人看应该没问题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很冰哎。听说来这边训练的话，再去游日月潭就没问题了。就没问题了。这水温这边你能有办法适应的话，游个20趟，
日月潭就轻轻松松的哦，还是很冰的，虽然已经快要到夏天了，还是很冰哦，真的很冰。这个大概游几趟就要上来了。要试水温的话，最好一下子下去到肚脐，这个温度、哦、到肚脐那边的，一下子到肚脐。好、哦，因为你到了肚脐之后，那个水温之后，马上你的身体就会适应啊、嗯。因为你的大动脉、大腿这边上来之后，你一下来之后，然后。你会感觉那冷冷麻麻的，有。哦，不会刮了。哦，大哥要先出发了，等不及了啊、哦。哦，厉害啊，87岁的大哥厉害厉害。哦，这个爸爸真的是不简单，87岁还可以这样游泳，我可以感觉到那个鱼在咬我的脚啊，在闻。好，那我们这样试完水温了，就是往可以出发了。好。那我们就出发了，下次看看要来游这个日月潭了、啊、哈，我们也来试试看。现在这边低温训练，好，那我们就出发了。你前面，我后面保护你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去追大哥了。好。溪水很干净，因为看到很多鱼在这边了、啊。对，因为这条还在复育中，哦，这已经封溪17年了，所以说整个溪里面你会看到这边鱼还是很多的。这边看到的是什么鱼啊？这边的话都有台湾固鱼，还有红猫、一枝花，还有溪哥、哦，就这几个。所以溪流鱼类也很多啊、哦，蛮丰富的。你们刚进来这里就是称为游乐生态园区，哦，它是算一个整个生态园的部分。大概6点到，我已经看到有人在游泳了。6点已经算是中段了，最早的话5点也有人下水了。早班的话，他们比较早是因为还有工作要做的，基本上都还是在上班的。然后他返回去8点上班，所以说一来，然后热身一下，游泳完了之后赶快赶回去上班。哦，这个蛮长的，听说一趟快要100公尺哦。对，身体要健康哦，就是要早起。对，然后要运动，不管是跑步也好，或者是游泳也好，真的是很棒啊。哇，爸爸真的很厉害，追不到他，速度太快了。哦，这爸爸跟天天在游真的不一样哦。对啊，他们都天天游都不会喘。哦，不会喘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游20趟也是这样啊。我才刚去回来，其实也蛮爽的。这个水温哦，一开始有在动，慢慢就适应，就比较舒服，而且有点阳光的。现在这个水是很湿的，所以这个永瑞溪就是用我们的支流嘛。对，那这边都是过去的矿，对，以前都是矿坑，你看旁边那边就有一个小矿坑、哦，那个矿坑是没有出牛的，是因为旱滩的。哦，就说来这边游浪的话，你会看到很多有那个小的坑，它是旱矿，哦，看看有没有牛的。嗯，好、啊，那这条溪以前就是。下雨的时候，因为有那个运煤的车子，然后煤炭会掉下来，煤会把它整个流到基隆河。所以早期基隆河从八堵一直到汐止、以前有很多那个船在洗煤，就是洗这一条这些下来的煤。所以这边也是有历史，就是矿业的历史、采煤的历史。对对对，就跟这条基隆河都有关。对对对。对所以今天游这个河算是历史之河啊，很有意义啊，对，非常很漂亮的，对啊，所以这边生态很丰富啊。好，那就再游一趟哦。很难想象这湾溪鱼自动送上飞吻的清流，早年去黑的洗煤水竟然是下游基隆河的头痛之源，如今还给友瑞溪清白之身，许多人一下水就是20几年。溪畔一只光泽亮丽的紫孝东满嘴紧叼着食物，可以想见附近虫族丰盛，美食不缺。来回游了5趟的麦哥，这时想起一位熟悉虫鸟的基隆达人，正在一处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地方等着我们。